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ward， 大家叫我会走路又会教学的翻译机。我出身师大翻译研究所会议口译组，现在在纽约大学硕士班进修当中，教了十多年英文，已经有数十万人透过实体的课程、线上的课程来跟我学习英文。我有将近1000场的国际会议口译经验，深深的知道国际沟通力的重要。看到大家非常迫切的线上学习需求，我在2020年创办了台湾号语文中心，把 CAA 口译学习法独创整理成适合大家学习、加强听力跟口说的正确学习脉络。非常多的学生热爱背单字，真的临到要用的时候却又用不出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学习当中缺乏了情境。所谓的情境学习法，根据语言学还有英语教学的研究，是最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，能够把你的所学跟所用能够连接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增进口说能力最有效的办法是依照情境准备该说什么。这堂课我会综合传授给你我这十几年来教学跟口译现场所整理成的 CAA 口译学习法 Comprehension, Awareness and Action。课程预计会透过 CAA 学习法来分析大家职场常用到的四大情境：自我介绍、求职面试、社交英文，还有跨国会议。用这个学习还有应用英文口说的方式，可以从口说心态的建立、文法单字的分析到情境实战的演练，都来帮助你训练英文口说的临场应变，还有提升组织文句的速度跟流畅度。这就是我的口译脑方程式。这堂课是设计给这样子的你，可能试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，却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系统化学习的方法，或者是想要全方位提升英文能力，还有想要流畅的完成英文的对话，口说能力不再卡卡。这堂课不会教你怎么背单字，而是带你掌握情境，用出本来就在你脑袋里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英文力，脱离死背单字片语还有句型的学习方式，建构一辈子适用的学习框架，用出优于大众的精准漂亮英文。邀请你加入这堂绝无仅有的深度课程，我结合科学研究还有多年的实务经验，万事俱备了，只欠动力十足的你。快来吧，我们课堂见。